某高中生参与实验探索活动发现，在一均匀的磁场中，等速运动的线圈所产生的电流 I 与时间 t 形成一个正弦函数关系 ，I t 等于三 sin 三分之二 t 加六分之派加二，其中 t 大于等于零。是回答下列问题：第一小题 ，t 等于零，代入 I t 等于三 sin 三分之二 t 加六分之派加二，得到 I 零等于三 sin 六分之派加二等于二分之七安培。第二小题。由 I t 等于三 sin 三分之二 t 加六分之派加二，可知最大电流为五安培。第三小题，周期为三分之二分之二派等于三派。